58岁嘅视帝郭晋安月前正式进驻抖音，但系佢就唔记得咗自己嘅账号密码，结果要重新开过一个账号。最近先再次拍片分享，当中包括佢重温以往一啲经典角色嘅片段，并且加入咗啲搞笑元素。美丽在望都播咗20年啦，你连70000蚊都储唔到，你边有地方用钱嘅啫？你食又 cheap， 着又 cheap， 全身都 cheap。我都明白你才能力点解咁差噶？有唔少网民都睇到好投入，不过都有啲网民嘅焦点落咗喺郭晋安嘅样度，话佢个样睇落虽然回春，但就显得好唔自然。留言话：点解变咗样？系咪医美过度？感觉又硬又胶？